我来向青木社长啊，佮副社长报告，这新的村口监视器拢已经装好啊，而且我嘛已经安排警卫哦，二十四小时拢咧巡逻。青木社长，听讲你嘛伫咧追查这放火的案件，啊，唔知讲你有啥物线索啊，还是建议会当来保护这个建材？线索是无啦，啊，不过建议是有啦。我是认为啦，彭董的。 你会当咧新的村口内面吼，起一间小套房，暗时的时阵，你就直接困在内面。若真正有人来放火，你会当咧第一时间啊，去掠人。人若掠无，上无你我都第一时间啊救过啦，安尼建材就百分之百安全啦。我即摆是伫咧甲你讲上野商城，这是东京上野集团伫咧台湾所打出去的头一步呢。 这么重要的建案，我是真认真。结果你即马是用这种态度，你甲我考试哦？你也知影讲咱即马是咧讲商业商城啦。那你本党的你应该知影，这是第二届机会呢。你若真正搁突出，唔然外面的人会笑你，嘛会笑我青木杨介讲我袂晓看人啦。所以你无应该问我的意见，你应该先甲安全计划做啊好，再来甲我报告。啊，若无我会对你足无信心的呢。 我讲彭董的啊，你若真正无才调，你就要铁三讲出来。我当找其他营造公司来代替你啦。你是唔通到时真正出啥问题，咱大家要歹面相看。你又过来啊啦！我若知影讲有自头到尾啦，你若是无想要跟我合作啦。哎呀，要不，我想青木社长明确的意思，你听我想看卖。 是不是你咧外面啊乌白使性地人白送，才过来放火？你另外想好清楚哈，较免到时真正困成狗。现在是岂有此理呢？叫我退出啦，加考试啦，怎么搁讲乌白咧使性地哦？好啊，要不，这届是你先点火哦。 你表面上是叫青木社长互你建议，也毋过其实伊是咧怀疑伊。电话就看会出，伊当然感受得到啊。大兄，讲诚实的啦，我只啊认为讲除了咱两兄弟以外，所有人拢有嫌疑啦。我只是想甲试探一下尔啦。我认为伊毋是凶人啦。你莫搁再替伊讲话啊啦，大兄。 青木杨介不是真灰啊，而且两个人个性差真济啦。真灰啊是讲义气啊，搁善良啊，这青木杨介啊，伊根本就是商品多贵啦。哦，咱先卖讲青木杨介。我问你，这届周转金你是甲谁借？爱行四天金矿的钱，还有咱的商城，动工啊开几落亿，谁会当你这么短时间就借你？我跟你讲哦。 你是唔是去借乌的哦？到时阵你会真麻烦。喂，你放心啦，我保证好无？这条钱绝对是安全，佫无问题啦。卡只电话甲约讲一下，指挥群里啊会看我回去，较免你烦恼。你讲夫人明仔载去要出门，敢有确定？是。明仔载甲我所有兄弟拢排开，无问题。 阿伯听到阿姆要出门，就甲所有兄弟拢排开。阿伯想要创啥？哎呦，无问题，好，就安尼。阿伯，杨姐，你是阿爹阿姐？我娶紫薇，阿弟有江小姐伊的后生来接班啦。江小姐后生，你敢有这款交情？我就感觉这少年袂歹啦，我真欣赏。对啦，我去查，向借钱的朋友，我敢有查到。 也别的，我咧想啦，彭董伊当初的情形，这军行应该是无可能借会钱啦，所以我是咧想，这应该是私人的官道，这较歹查。无要紧，明仔载我家己来处理。阿伯，你有消息啦？我真歹讲啦，伊问甲我想的无共款。好啦，我先来无闲啊，你有哪，我去招江小姐伊后生，莫忘单。 敢讲真正是阿恁甲阿母借钱互彭大富的？
阿北发现了，那呢明天早上我就要这里的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啊！安迪拢跟你去登记结婚啊，竟然阁为着一个查某，这尼啊激动，甚至死死活活去。这个囝婿真系软弱，真系传出去啊，面子真系笑了了。这款哦，无金甲头的查某，卡煞放心，卡煞好啦。阿伦，虽然讲你甲安迪已经去登记结婚啊，啊，不过好佳哉，阿伯对我办婚礼，所以这件代志要有机会压落来啊。当然啊，该当爱甲酒家讨的赔偿是一定爱讨，啊，不过主要爸爸不希望你吃亏啊。不管是伫个感情上、事业上，咱国家的囡仔拢免去白白有人欺负。这是当然啊，代志脑壳也无得收煞。这拢爱怪吼插头的人啊，无好好听艾伦把关，啊选择有小三的对象，你才会引起这样子风波。细汉啊，我唔逃过伊哦，被一对阿明打了。艾伦哦，受这样子委屈，我做妈妈的，无他一痛，敢会认情？你莫讲无两句话，就又搁牵伊阿明打遐去。今麦做唔着代志的是酒家。就算讲你要算账，也应该找酒家的人去讨才对。不是啊，就算哦无办婚礼，咱输得还解决。艾伦哦，过一摆婚，过离一摆，这个记录是袂消失的呢。以后艾伦哦，搁要找对象，条件啊，会出人一赞呢。爸妈，你唔免烦恼，这个婚我怕死拢袂离。艾伦啊！妈，我黑标拢已经发出去啊！我是盛发集团护送胡林的代志嘛，有足侪人知影。这件代志我哪有可能记点点？为滴哦，婚礼照常举行。艾伦，妈，经营婚姻就甲经营公司同款，我有我家己的想法。这个重担是我家己造成的，就算讲搁较辛苦。我嘛是家己会担起来，所以我已经决定啊，你莫阁劝我。好啦，艾伦，既然你坚持要行这条路，安尼爸爸嘛敢来能够支持你啊。爸，我还阁有代志，我先出来。艾伦讲伊要做盛发集团的董事，盛发一边安怎回？哪有？孙雷红哦，搁呛艾伦嘞，讲哦，是毋是要用感情来换股份做交易啦？连阿明达拢太少甲讲话啦，我甲少甲根本都无这个心意啊，要赔偿咱的损失。阿明达应该袂遮尔毋知影代志的轻重啦。细汉。我毋是要讲阿美达介绍台啊！我发现吼，阿美达厝底下拢有甲彭小布见面呢，而且吼，阿美达伊个手机号拢摕掉掉的，若看到彭小布的讯息吼，哦，伊就笑头笑面的，我怀疑两个人哦绝对无单纯。我抓到了吼，关慧玲，你真正甲彭小布私底下有交叉，这摆我一定要让世人看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要不，我都想要见你的，
时间地点我会再传给你。好。本爷母竟然这么紧就回讯息，这两个人一定有鬼。小布，你哪里家？不是你又要来吗？无啊。无。你看，这是从我的地点跟时间呢。你看，我的讯息已经删除啊。奇怪，什么人打我的手机啊？人的时尚叫你来。是秀红竟然约我来啊。来给来走。是，你哪来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，也是我应该问彭大。彭大，你哪跟我的太太在那家？是在讲什么重要代志啊？我跟郭夫人，我哪有什么重要代志通讲？我只不过是……只不过是单纯说爱，对不？秀红姐啊，何律师。实际的话是不能胡白乱讲，除非你是唔惊报应。我甲高夫人，阮拢是有家庭的人。文档诶，实际的代志吼，真正袂当做。那无恁讲啊，恁应该啊，家己个家去送啥？讲什么代志哦？照理讲，应该找高总裁啊，唔是讲公司，嘛安尼就是叔叔啊。阿敏达，我讲对无？我若是讲今仔日是秀红姐阿说的，伊一定袂信的。等到会把我甲岳父的关系讲甲搁较歹听，若是安尼，不如就莫讲。是，我甲本档处长是来讲。岳律师，唔是你叫高夫人见面的，啊，听伊讲，嘛是你冒充伊传讯息啊。本档。你跟阿美达的关系不浅哦，我跟伊约会，连高总裁都唔知这件代志，你竟然马上就知影？你秀红姐啊，我想你是误会啊。啊，拄则我甲本档处长在讲慈善捐款的代志，事实上就甲伊讲你约我出来，慈善捐款哦。本档诶，你真正真有爱心诶呢。啊，不过规日讲。我伫个国家附近，我有看到一个亲像你，甲边在咧讲话。安尼，这嘛是你甲伊讲关键的代志吼。彭大，我才真好奇，进前你家己拢自心难保啊，你拢想要卖土地啊，来当小公司的资金啊，你哪够量上钱，然后提出来捐款？除非你是想要积功德。捐款给阿敏达，啊，若无就是阿敏达，伊想要做善事，捐款给你啊。是，你讲这话是啥意思？因为我感觉你甲彭董的啊，敢若真有缘呢。除了头一遍为着要讲慈善捐款的代志，因私底下见面，所以伊要去总部大楼，伊要卖一块精华地，等等头头的代志。你对伊拢真关心，你对我其他客户都唔安尼啊，所以我合理的怀疑啊，你是不是甲你迄十亿提出来借予彭董的，让伊度过债务的危机啊？